少杰出于你，而且在慢慢市场。绿农推广联盟促进会啊，是由咱一镇伫婚姻馆过去几年啊，配合着婚姻馆政府农业首都的政策啊，参加幼儿专班，参加农民大学的农民朋友吼所组成的。按组成的目的，主要是讲过去因伫个啊各地迄个生产因所属的啊农产品的时阵，因伫个不管是技术上，还是不管是咧销路上，伊就可能会去拄到一挂问题。所以希望透过团体的力量啊，共同啊，大家来分享过去生产的经验，也希望透过团体的力量，大家可以做一个整合性的一个行销。当然，上个重要就是讲，因为互相透过这款的交流，会当形成一挂对婚姻馆政府咧推展农业的一挂政策的参考。啊，希望讲将来会当透过这款的啊协会，会当成为着农民甲管政府之间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。用秋葵下去烘焙，好，然后做出来的咖啡。但我们强调就是说，秋葵它本身很，富有丰富的那个纤维质，它是一个健康养生的一个饮料，唯一没有咖啡因的咖啡。好，开始。口感怎么样？很足顺的安尼吼，足顺的袂有迄个刺激的味，啊，所以讲这是真好。因为我们是云林是农业首都，所以我想把说我们云林的好农好物集合在一起，我们做一个资源整合哈。我希望说把这个农民的哈爱这片土地的友善耕作哈，把它展现出来，然后把它们集合在出来的时候，就是代表我们云林县的好物哈，加安全爱且婚礼，所以在婚礼爱且在绿农。绿农里面好的人才真的很棒，而且那个不管是种植的方面哈，都是强调安全、无毒、有机，好，爱护生态、友善耕作这个宗旨哈。